讲生日晚安。一定拢爱先靠熟悉，无先靠熟悉无材料。
上哈、哦，都不是像我们所想的这样。他说你能改观下子，你能改观下子，修咱家己，真正是上踏实。唯有咱这个对的吼，拄好好踏实咱家己，甲交咱生死解脱有关系，其他拢全无关系。哦，其他拢全无关系。这也就是讲，这样来讲，这也就是讲人生。真正不过都可以为了自己的利益而设计了很长很长的一些陷阱，来达到伊的目标，伊的目标。但是到最后呢，无一定，伊人讲讲人咧做天咧看，嘛无一定天会准伊。哦，所以什么是上界，互咱对咱自身上界有利益咧，会当超过生死这条路，对咱进来讲。是上重要的，吼、哦，对咱真来讲是上重要的。因为我来看嘛，就是讲，啊，像咱年纪嘛，一个人个平均寿命，啊，无对应，可以讲进到八十八好啦，还到三十八变啦。啊，对应出是二五岁以前吼、哦，是啥？是拢在咧学习啦，哦，啊，二五岁到三五岁。是属于寻找工作跟创业的。我你要去吃头，有当时啊袂稳，袂稳定，换来换去的。啊，要创业的吼，嘛是着伫遮学了的时阵，看看有通好吼来啦。啊，后来呢，咱先拢到这啊，你从何方已经到遮？哦，恐怖！到遮的时阵吼，到遮的时阵，虽然看起来数字还佫有23。但是吼、哦，人啊，艰苦咧到底，有阵时啊，你倒无能力，通去想要行出去啊。阿妈，现在呢，有阵时啊，你想要做，变成心有余就不足啦。哦，所以呢，这也就是可能大家拢是一个，我相信咱大家上这方面拢都有，就是活在当下，啊，做咱该做，所以咱后勤嘛就赞叹咱。阿叔组长啊，咱会赢，本领有影，即个大家会赢做伙吼，拢做拍拼，吼，拢去咧奉献。啊，真正正要无得有会当奉献，是真正爱去交，个道亲吼，大家去培养看哪些感情。啊，所以目前这段时间吼，发现着讲读书会真的是一个很好的这个。哦，咱咧学习的一个迄、那个过渡的一个工作，因为昨暗我阿妹阮去迄个花岛做读书会，这个阿玲吼，我太太吼，我妈祖母太太，有咧问讲，阿玲唔是恁咧来做堂呢，阿太是咧读册啊，阿读册有啥物作用，有啥物路用啊？伊讲读册有啥物路？我本来，伊头好些个问讲，啊，请问吼，这老师的话，吼、哦，这老师公公刚提出来他的很多老师的话，啊，咱若如果会当透过老师的话，已经内底有一句安尼，有一条是银行落来，你敢记一句的？啊，无咱会当居家，啊，是着理想会当互你敢去推出去度人。啊，若无正工要叫你去度人，你嘛是讲啊，好在我遐朋友吼，袂拢来啊，安尼都唔来啊，哦，啊安尼，咱平常要开口要安怎去度人？啊，透过老师的话，咱会当安怎？我们人咧在讲老师吼，伫个册内底描写咧，哦，万般多不去，唯有业随心，哦，啊拍拼到尾啊，咧走嘛是双手空空啊。啊，囡仔吼，若有甲你第十二个音，甲咱二年，毋知佫有补习无，还是毋知啦。
变脸了，变脸了。
纠结，啊，所以因为个心是很纠结，上上下下，因自己过年遐干啥物事，伊也等得出问题，也等得出问题，就是有一个纠结让他吼感到说很不舒服啊，很在被安装，所以放袂下的一个温暖迄个不伫个遐。所以呢，他自己也知道，我了解一切，我嘛是知影，哦，我嘛是知影讲，啊，安尼，伊无遐尔衰，哦，啊，着讲伊先偷不遐，所以其实吼，唔免安怎治疗，也无所谓，因为伊家己已经家己偷不遐，哎，啊，若家己要怎好家己偷不，其实伊个食药还阁较好用，今仔日干呐，你讲迄个。迄、那个新娘跟做票补穿一条，讲最新的迄个啥血压，已经提高到外环，拢总是迄个正常。我甲海讲一句话，我讲自己的身体、自己的感觉是最清楚的。为人的胃啊，会康的病啊，拍地无问题，为人会康者，啊是安怎讲？因为这牵连着啥？牵连着伊个血管的迄、那个血管壁卡的迄个血管的瘤，导来切血管壁吼、卡伤高，迄通路迄从迄水沟安尼掉开的，伊就变作细条。啊，有个人咱迄血管壁无，像咱个还有咱其他有咧细有咧轻，伊都无卡了高，人伊个通路就变变较短。啊，甚至人伊有咧保养，伊个血管是无硬化，是软个，所以软个是较有弹性。咱个护士放伫个外口吼，迄个在洗车在用啥迄个护士，是大人较软还是大人较软？大人较软。大人个时阵硬骨好啊。啊，所以我就开会讲吼，这个不要对这个这吼、個、去有一个迷思，吼、哦。每一个人的身体、家己状况，家己是上清楚的。你千万唔通讲到百倍都正常，有当时啊就拼命，吼、就爆了。所以，这虽然有这个依据出来，你知影台湾什么的黄祖玛都有传啊。我就有家己会啊，我就想讲啊，传的哦，你传啊。啊，无这依咱过去来讲，这是大家爱家己去注意家己的身体体质，这毋是。不是规定讲偌济，一定要讲偌济，不带出问题，不是这样。自己的身体感，自己感觉最清楚，哦，家己想清楚。啊，家里还是要记得，咱迄个，咱电话师给伊传的这个吼，这个后续嘛真干。伊讲吼，万物万象吼，当皆是由道所生，按徒儿不要迷恋。有形象的东西，好、哦，有形象的东西，要参照形象跟道德关系。这物件，你有两样物件是安怎来？是因缘和合而来。好、哦，有当时讲，咱是摇苹果，咱是两块石山，你看起来是一样山，但是你若给伊拆开，给伊溜溜的，就像一张纸折起来尔，啊，就像一条线线尔，迄个像。就破了，就没了，哦，那个线就无去啊，这那个形象，那个腔就无去啊，所以那是因缘和合而成，才有这个相，哦，不是这个相是被判去的，哦，不是安尼，哦，本来呢，他就是讲说，要参照形象的道理关系，要其中事件的什么样的道理，自己要改变。哦，袂使执着伫即项物件，因为咱细阵嘛，人讲啊，凡所以上开始伊讲啊，礼拜天咱莫写着放迄个影片互咱看，咱拢有看无？迄高频之下吼，迄物件已经吼，你甲放伫迄个高频，你下迄个机械甲意外吼，迄物件完全着拢消无去啊，无烟吼，螺丝。单线，迄个衫仔的物件，互啊，迄个有热情啦，哦，啊，无办法，你看着，啊，过来。
但是咱若有，就是这种真正的物件，这有时咱会歹去做物件。但是这歹去是啥？歹去有阵时啊，你若来烧烧的时间，你若把伊当作山啊，风伊是风，啊若无风乱去，是云火。但是那个高频之下的东西，它会分解，会演化而去。迄个是啥？旁边的那个火团。哦，所以现在的科学家在研究的，就是讲咧啊，咧证实过去，一项一项咧来证实过去咧，咱的先，咱的迄个细菌因所讲的这物件，所以，吼、哦，进科它就是咧证实这，所以我先进来这个，就有一百多块，这物件起来，吼、哦，所以呢，也就是讲。从这个来讲吼，吼，自己改变，周遭自然随着生机，这才是智慧型的，吼。那么呢，进前呢，咱赵老师马永川一地的迄个影片，可能我唔知影，咱大家看有无熟悉？迄个马家驹点燃师所讲迄个，伊讲，咱不管是咱的道场，伊有掠出两间企业，一间是啥？科大。相片底片嘛，相片底片，相机底片。一捆在一年的时阵是进前拢三十六张，所以拿出来一个的时阵拢会强强啊，就是不是三十六张了，再搁换一捆嘛，本来就爱搁洗嘛。所以柯达是做底片起家，但是呢，第一代的数位相机嘛是柯达研发出来，但是伊无好好啊。伊煞同款阁继续在行伊个底片个市场，所以伊是安怎该做没有做，所以伊没落了，消失了。因该做伊第一台个数位相机是伊柯达研发出来，但是伊无对只地方店伊同款继续行伊原先个路，煞同安怎后壁去吼数位手机、数位相机。所以就好去了。另外一间就是咱在讲的拢去啊，哦，拢去啊，小海豚。以前爸爸的手机是不是迄支小海豚？哦，啊，迄就是手机啊。但是呢，即拢去啊，咱都有去的。拢去啊，无去。啊，为什么也比小的好看？他为什么会被淘汰？因为他有要做，但是做错了。柯达是该做好做，伊是有要做啊做唔对。为啥物呢？因为咱的系统，咱的手机、咱的电脑系统，安卓啊很旧的，啊，搁有咱的啥？苹果。咱的苹果。啊，因为伊迄个时阵吼，咱的市场伊家己无去买人的。迄、那个系统，伊家己在研发，伊讲伊要在研发落台湾。结果呢，研发的时阵吼，需要性能，但是呢，市场的转换率、淘汰率三年，伊还未开发出来吗？唔知安怎，都转去转。所以伊永远就袂得。啊，这个还没到对，搁还没到咱今年疫情的疫苗。我甲咱讲吼，甲咱讲，包括咱未来要打迄个啥物疫苗，迄、那个疫苗啊，咱个流感的疫苗。过去咱个疫苗有分做流感疫苗，有做 A 型、B 型、C 型。啊 ，A、B、C 型是安怎标准？嘛是迄个啥？迄、那个医学界迄个疫苗，然后头啊，然后得着啥物种个？出来，开始开发迄个疫苗，搁做出来，因为迄种讲过啊，所以即马是人知影，拢看咧做 A 来咧做 B 来咧做 C。但是真个啥呢？真个疫情，哦，真个疫情，诶，疫情咧一个疫苗咧研发，还三五年，啊，咱真个疫情，病毒的疫情吼，一年年就出来，会突变未？有变种无？嗯。伊进做的是进
出来的结果，人后壁都突变了。也许你现在感染到的已经是第二代、第三代，已经是第一代。无帮助神经科应用到你家己的身体。咱今仔来讲流感，酸性的流感有分做啥呢？综合型的，因为疫苗会准啊 ，A 型的、I 型的、I C 型的，到尾啊，药厂真巧。里面没有超过，我改查了。好。